老父亲跟着后边就过来了，过来干上今儿个我跟你倒点酒，先说的是那我跟你倒点酒，我今儿不跟倒酒出来以后还不得见着，我见不着我呢。他让老头给他赔礼道歉，你不让老头上桌吃饭，你老头说这句话，你还让老头给你赔礼道歉？他不是明年初六以后见着见不着我呢？我爱人的侄子来的，我爱人这些年伺候他，人家孩子来看他姑，他姑姑身体不好，看看他来，大春节的，人家发脾气，您发那对脾气，说在的，说我伺候那几十年，您我家人来面，就是我真对不起您，您跟我嚷嚷脾气也可以。说在的，这几十年我这辛苦，要不是他堵疼呢。然后呢，您爱人怎么做？完了，后来呢，给这孩子给他们伺走了以后，我爱人这心里有点不舒服了，就是又怕他吐血。他说不行，他说后来得了，他说爸，我三十年，我也没伺候好您，我身体确实受不了了。我得上我儿子那儿去养养了。那计划过吗？要离开多长时间？没计划过呀。现在你们住在哪儿？现在我还住在我儿子那儿，我儿子跟那儿跟家住呢，跟我这儿住着呢。儿子现在是跟你们家里边住着呢。老爷子呢？老爷子跟那儿住着呢，也跟我家住着呢。哦，那现在等于就您跟儿子掉了个个儿。掉一个儿。儿子现在多大岁数了？30。结婚了吗？结婚了。结婚了，那也媳妇儿也在那儿吗？也挺好，这是一块儿照顾的。他们也管伺候老爷子吗？那您觉得儿子伺候的怎么样？我感觉还行吧，就是说这回我父亲看病去，我儿子拉着去的，交费瞧病住院什么所有钱全是我儿子交，人我姐姐他们跟着去的，没。所以您觉得儿子还是挺能担起这个责任的？对，完全能担起我这个责任。